好像很复杂。记忆补全开几个飞？对啊。好，第一关的话呢，直接带走。第二关呢，战马一把那个版面转掉，然后加变身，战马二，没光珠，没光珠，不过没差。接下来我们要洗铁扇哦，要洗铁扇。这个血量不够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是没有要再王一魔。好，这血量就没有再王一魔。我们在王一的话，可能就是用一波带走的方式。这边的话，手转，他说这边的剧本是手转喜龙科，手转喜龙科。洗龙科之后，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开救急龙链哦，顺便洗铁扇。顺便洗铁扇。石齿是哪一只？石齿就是之前工会任务的东西。工会任务的一只叫什么？仙子的。好啦，那个龙科应该跳了。接下来就是等铁扇哦，铁扇跳起来之后呢，我们版面呢其实五鼠强化都有。我想要先存一下哎，说实在的，我想要把战马存回来，不是战马，我想要把铁扇存回来比较稳。存一下技能，谢谢 ST1814TS 加入曲本，感谢。铁扇爆发王一不用怕，主要是一。对啊，我觉得这对希腊这个队伍就是怕易补那一关超级重置，其他的话不是重点。有牛魔王在的话，一定伤害一定够，就是牛魔王这个增伤非常高。牙仙子齿齿牙仙啊，不是牙控车哦，是牙仙，不是牙控车。我看一下啊，这边的话应该可以哦，直接水火木光暗加希腊的救急熔炼能力。OK， 好，这样应该没问题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三之二呢，我们。还是要存一下龙科哈，龙科要跳起来。这颗龙科是回复增加 60% 的龙，这个是龙劫吧 ？CF 的龙科。好，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消一下水珠来存龙科。我看一下这个剧本啊，先开战马，再算好食物链。哇，这个有点复杂、啊。有点复杂。哇，玩个游戏玩这么累干嘛？好。他这边有讲说哦，我们这边打完之后呢，来到第四关。先开战马，再算好珠量。那尽量接近20目，
但是不能超过20目。此条件下开齐格飞跟木希腊，切记不能开牛魔王二技，在左木希跟牛魔王下面，左木希跟牛魔王下面各排五颗木，20颗的话就连右边木希也一起排，剩下的木珠就存在藏马跟齐格飞中间。剩下的木珠就存在藏马，反正就是要留15颗木进下一关就对了啦。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好，这边把他带走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要你留木珠啦。然后这边有那个印记跟铁扇开起来，一定都随便你。然后我们来到第四关，因为有那很多风化珠，我们先开藏马，把风化炸掉。多一点，多一点木。这边有1、2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边有15颗哎，不要超过20木。可是我现在已经很多木了，不能开牛魔王二技哦哈。然后我们要开不能超过20木哦，然后我们要开这个齐格飞跟木犀哈，齐格飞跟木犀，我们点木好了，不要超过20颗，不要超过20颗，这边已经15颗了嘛。然后我们点这个光的好了，点光的哈，木犀点光。木犀点光，好，然后再来呢？左边的木犀跟牛魔王下面各排五颗，哦，这两行，这两行，20颗的话，就连右边木犀也一起排，剩下木珠就存在木藏马跟齐格飞中间，哇，有这么好存吗？干五加喝存，看一下。有这么好存吗？我看一下，不要脸了，我看一下，反正我就尽量存啊，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，想那么多反而麻烦。好，这样。不用三排啊，两排就过了。然后接下来下一关会天希腊会转出木珠，齐格飞会转出，加起来通常会超过15颗。我们这边版面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我们这边12颗，但再加下去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8颗，我们这边18颗，好，然后齐格飞还有一回合，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呢，隔三排等天降开龙颗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隔哪三排？1、3、6，到底要隔哪三排？2、4、5，隔2、4、5。还是怎么样？应该隔两排就好了吧，隔24就可以了吧。136，可是好像没办法隔到136哎、欸，这边有18颗哎、欸，跟我换头隔136，好像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来喽，加龙科哦，各位观众，看好清楚哦，目睭背好金哦，哦。好来，
目睭八号金毛，目睭八号金毛。好，看一下那个开龙科之后，我们再加60%的回复力，有没有办法直接秒1500万的易补？哎呦，60大关，65、66、67、68，68C。其实这边分数不是重点，哦，你只要有到那个分数，只要4500吧，我记得4500就够了，就有那个回复力加成了。好，1900万包鬼，CF 龙科不会有版权问题，不会。这剧本可以贴在影片里面，好，我在那个把它贴在那个下方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叫，不要公布他的名字好了。哎，等一下有那个光珠啊，靠腰啊。刚刚天降到几息啊？天降到几息？67吗？好，我们这边要洗技能哈。我们这边要洗技能哦。68C 哦，差一点点啊。铁三那个利息单应该要跳咯。牛魔王跳之后开关铁扇，哦，因为铁扇牛魔王跳的话铁扇刚好2，所以开关了之后就减2。战马1P 如果到11的话，可以开1G 加速，第一个技能加速。但是他现在还9。现在才5而已，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继续加油。好，西夏终于跳了，我们直接点光。哦，终于。好，铁扇是不是能关掉加速？刚刚关过一次了。我看一下。第六关他说可以开牛魔王记忆，可是牛魔王记忆不是会把水珠转掉吗？牛魔王记忆不是会把水珠转掉，这样子怎么破那个手效泉水？我应该没记错吧。还是他打错啊，
因为他说五之二，不是六第六关的话，他说第一回合整地，第二回合开木西二牛魔王一，或齐格飞其中一个，牛魔王一或齐格飞其中一个，到底是哪一个？牛二要王一开啊，那牛开牛一不是水珠就不见了吗？这卡要刷吗？这张卡是什么？要刷要。爱奇格飞。嗯，还没十一。下关不用开技能，伤害也够。我靠，怎么天降那么多啊？友情加倍我已经抽完了。好，过了。好，战马一直就打了116了齁。好，这边的话呢，一回合整地哦。我看一下。一回合整地。我的水珠。水珠不见了。被天降消掉了。怎么办？我可以再撑一下吧。不能开这个啦，开这个就没水了，不能开牛一。齐格飞开下去是怎样？战马我想要留在王一。战马二，那这样子王一有办法吗？王一的话，牛一、牛二，加木西二，加齐格飞，好像也可以啊。我这边开战马，然后王冠伤害也够啊。对，那我这边开战马就好了。水珠，可以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。然后王一呢，我们就技能开一开哈。可是我是怕木珠太多了。四个状态。好，来哦。我是怕木珠太多啊。木珠好像会太多。他是会把水木星都转成木嘛，对，水木星都转木。哇，有点多。木珠一定要把它弄开。光暗，看一下，好 ，OK， 接下来最后一关，手转带走，
不开龙科就好，因为它有痛痛珠的负面效果，你动一步就死了，一定要挤掉。OK， 龙科要清空啦，龙科要清空。然后最后这边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开关铁扇，对吧？可不可以开关铁扇啊？我直接开关铁扇就好啦，我就不用在那边转什么隔墙了，应该伤害够吧？好不好？直接开关铁扇。一 C， 说服。哇，这天降，至少30 C 吧。一 C 臭屁点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，666，这个不错。31、32、33，继续34 C。这个至少打个20亿，不止哦，这个至少打三四十亿。哇靠，91亿耶！这个随便消都过啊，91亿的伤害啊，一 C 会很烂，怎么可能打91亿耶？吼吼，这队就是这样打哦。一 C 91亿。